哎，我说这是我人生买的第一样特斯拉的商品。你宾士，然后你买特斯拉的，它是这样吗？完了，我要说明书。嗨，大家好，天哥，现在好天气，有没有看到？鸟屎。我的车子呢，最容易呢被鸟屎攻击。我今天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影片要拍，我要先去洗我的车。洗完我的车以后，哎哦哦，有人叫你，有人叫你，有人叫你干嘛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你叫我下去。好，今天要干嘛呢？来，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软垫？买宾士的时候呢，宾士的业务有送我宠物垫，狗狗就可以在后面，而且呢有些狗毛呢就不会掉到地上。但我这阵子呢，看到一个东西，我要想要开箱它。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没有办法洗车，那怎么办？省钱呐、啊！自己洗是不是？你有大便怎么办？你就拿湿纸巾擦。哦，也是。但我跟你讲，我今天还是要换掉宠物垫，后车厢专用的。好了，我跟你讲，我还是先拆掉它。其实你要把旧的这个淘汰掉了。对。其实它这个其实真的蛮好用的。你可以看到我这样，就是给适合有养宠物的，有养宠物的，对对。你看，它就四个扣子就可以拿掉了。你知道我们的科技啊，一年四季都在掉毛。欧里真的是掉毛掉很凶。我跟你讲，你虽然用了毛，还是会飘到车子的底下，但是至少可以大大减少了很大部分的毛发。毛发，对对对对对对。而且我觉得也是一个安全。对对。而且它也比较狗，比较不容易抓伤你的椅垫之类的。哎、欸，但我想要先跟你讲一件事情。那、欸、你说，我这个可能不会先把它完全收起来。那、欸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因为我买了那宠物垫，你等一下看盒子你就知道。干、欸、嘛？你是背着嫂子买偷买的，是不是、啊？对，你怎么知道？你那草小心翼翼的。对对，好来，这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特斯拉的。老板娘买错特斯拉的，这是特斯拉，但是你是宾士。他说这个是特斯拉的 Model S、Model Y 跟 Model 3的。你宾士，然后你买特斯拉的，我不晓得。我那天呢，就是上特斯拉的官网，然后他们说他们推出了一个宠物店。哎，老板，为什么你是买宾士车，然后你上特斯拉的网站，不是上宾士的网站？帮宾士你出一下宠物店，我一定买。哦，这么可爱啊！但我内心就想说，哦，我去特斯拉的官网走走，这样。那我就看到他们新推出的，而且是这个是本周推出的哦。来，在这边开箱，我们在路边，在这边开箱。垃圾记得带走。会，放心，打开它。哎、欸，我这是我人生买的第一样特斯拉的商品。买不起特斯拉，我们买特斯拉的宠物店。特斯拉我是买得起的、啊。哦，只是买得起特斯拉，但还是买宠物店。好了，来，我们来把它打开。来。哎、欸，包得很好哎、欸，你看，它包得很好哎、欸，怎么样？哦，里面有我的账单。哎、欸，我问你，你觉得可以用吗？这种东西应该，这种东西我个人觉得是可以共用，所以我才买的。对，来你看，哎、欸，这还可以这样哎、欸，还有专属的提袋、欸。哎、欸，那我要就提着出去啊，人家以为我开特斯拉。哎、欸，好像很不错哦、喔，是不是？你不要讲的宾士很丢脸一样好吗？宾、哦、士没有丢脸，你到底是多想让人家误会你开特斯拉啦？宾士明明就很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打开了，打开，打开了。哦，它这边有说明书。哎、欸，我认真觉得。有机会，我看完说明书了。我们不要制造垃圾。这边呢，它有两片侧边的。我就是看到这个侧边的，我想要这侧边的有在两边。它是侧边是装在哪？门的旁边这里侧边。哦啊，连门旁边都可以装。对，因为我那个你原本是没有，我那个只有这样子而已。对。那我们一个一个来，我先装它。好，我们先装它的主体啦，就是椅子的部分，座椅的部分。对，我自己摸是不是很舒服？来，自己摸是不是很舒服？很舒服哎、欸，是不是？
它是有点毛茸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有一面啊，有一面是比较毛茸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而且它的方法应该是一样的哦，异曲同工之妙。哎、欸，它的方法是一样的啊，左右边啊，可以。那你放上去合不合啊？因为可能车子的空间不一样，对对。而且它是用套的。哦，你之前那个是用扣的，扣的，有个扣子可以扣住。那它这个是直接套在前座的，而且它是用很好套的，它这个设计不错。它是直接套在前座的这个地方，直接套上来，有没有？然后这样，这样有没有？好像很合哎。因为这边还有一个很帅的特斯拉的 logo 在旁边这边。对啊，它的地方，它这边材质有点绒布的感觉，这边有绒布。然后你之前那个比较，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我弄错边了，这个应该是在前面是不是？哦，它这边也是绒布，哎，其实也是可以，这边也是绒布材质，绒布材质的。对，那这边是就是一般的布的材质，布料材质。对，哎，那我想看它侧边怎么放。好，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啊，基本上我这样已经是可以用的，那我侧边你套一下看行不行，好不好？它是这样吗？完了，我要说明书。它怎么弄？它是好像有个地方可以卡住的样子。完了，因为我是宾士，可能所以可能你没有那个可以卡住的凹槽。那你可以帮我这样拿着，我试试看。应该是没有，对不对？对，可能要特斯拉的车子，特斯拉车子才有，车本它可能才有那个凹槽。不然它应该是这样子，因为它这个是塑胶的。对。不行啊！不行，不行。看来你这两片送给这两片是不行啊。对，好吧，好可惜啊，很可惜耶，很可惜。你看啊，这个就是没有这个，然后欧里就会在上面的。你有没有看到这里？就是他的口水，有没有？所以就要拿那种湿纸巾擦掉。但有这个的话，他就保护了，他上来他也可以不怕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觉得特斯拉车主其实蛮适合的耶。好了，那我只能这一片可以用而已。还是我这样，为了验证说欧里坐起来舒不舒服，你坐看看。好，如何？来，想象你现在自己是一只柯基，然后你躺在这上面。欸、其实可以，你这不是，重点是它这个料子布的不错。嗯，这个是布料的，这一面是有点像绒布那种绒布布料。对对对，我觉得这个就是让他会觉得比较舒服，有那种舒服的舒适感。没错，对。而且你看他这边还有一个伸紧的、伸缩的，有没有？在这边。哦，有。对啊，所以以这种很好处的是刚刚好 ，even 欧里如果整个都在这里，他会撑住。他还是撑住啊，他还是在上面。他不会因为这样卡到那个脚踏垫的地方。没错，我觉得他这个设计是好的。对。OK。好啦。那我决定把那两片送给我一个朋友。你说只送这两片？对，我送这两片好了。你知道送谁吗？谁？特斯拉女神。她应该有养狗吧？我期待看到你送她的画面。她会问你说这两片要干嘛用？完蛋了。好了，先这样，拜拜。